早，老板娘。早，今天有什么新鲜的话？有。这是今天刚到的雀梅，很香的。好香啊！哦，我的牙，可能这个味道浓了一点。哦，今天牙痛，换清淡一点的吧。等一下。一阵走运，有客人订了一些郁金香，刚从荷兰空运过来，很贵的，放在办公室里有舒缓的作用。怎么样？好，我要一支。我帮客人订多了，这支就送给你吧。我这么好运呢？谢谢你啊。不客气。拜拜。拜拜。你有没有多余的雨伞啊？不就说你走运吗？在门口桶里，蓝色那个。不过你要小心哦，上面破了一个小洞。谢谢啊。老板娘，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拜拜。拜拜。苏先生。老板。哦，你订的花已经到了。早。早。早。别上班吃东西了，听说最近要裁员，专抓你这种不守规则的员工，扣你奖金，扣你假期。你还能再黑心长点吗？哎，你真相信每天一枝花能给你带来桃花运啊？你不信吗？我原来信，可是后来我算了一下，这一个月100，一年1200，我现在哪有什么桃花运啊？所以我就不信了。姐，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什么？妹儿，缺乏信念。哎，对了，你知道我们来了一个新同事吗？哪个部门的？工程部的。工程部？嗯，你是说那个新来的主任啊？哎，你不能和我抢啊！上次人事部新来的那个没人跟你抢，也没见你拿下呀。你说姐的命怎么这么莫测呢？那么大一个森林，你说我怎么就找不着我那颗呢？哎，嗯，哎，去年中秋节那棵树还在仓库里吗？树？应该在吧。别吃了。小贝，哎，这交给你们了。哦，行，知道了。有人找我。好，好，来。这样吧，你要是喜欢，爷就给你买啊！真的。地面停车场，这里发生情况，是怎么了？他突然倒下了，可能生病了。小罗，有个老人晕倒了，打电话叫救护车。已经有人在打电话了。麻烦你把小孩先带到里面去，行吗？哦，好。小朋友，你先别哭了，爷爷会没事的。爷爷会没事啊啊。
后让一让，谢谢，往后让一让，谢谢。你放心，爷爷一定会没事的啊。你衣服这里破了，把这个披上吧。谢谢啊。哪位是病人的家属啊？我带他一起去好了。啊，行，上车吧。嗯，真可怜。抓紧点，还有救。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是我第一天来商场工程部上班，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那酒店？那天是我在酒店的最后一次上班，就遇见你了。啊，我叫吴天朗，他们都叫我 Jackie。我叫苏小贝 ，Bella。就这里了。很高兴跟各位成为同事，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我们每一天平常的生活，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偶然出现一个小小插曲，也算作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生。我们每一天会和许多陌生人擦身而过，从未想过你一直在期待的那个人也许早已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只是你没有发现。你们家为什么会有男人的衣服呀？男人的衣服？嗯、哦，是啊。谁的呀？什么情况呀？哎，你怎么又乱翻我衣柜啊？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告诉我呗，谁的呀？谁的呀？那先给我。这事儿呢，说起来有点复杂。等时机成熟了，我再告诉你。嗯，姐，你可不要再表错情了。你还记得他吗？这段时间为我们球迷会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是绝对拿不到冠军的。不客气，我只不过是帮忙设计了一下海报，弄一下横幅而已嘛。我曾经也说过，只要拿到冠军，我才会想到人生大事。现在我也达到目标了，我也终于可以向你开口了。你看，这是我亲手设计的结婚请帖，你觉得好不好看？好看，太好看了，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喜帖了。
你知道吗？你是最好的。我知道，但是会不会太早了呀？我还没有准备好。怎么会呢？你看，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是应该结婚的时候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向你保证的，我以后继续专注于踢球。对的，我一直想找机会让你们认识，可是都没有。哎，来了，小贝，啊，这是我送给你的。对了，结婚那天你可千万别迟到啊。我们走吧。走了。姓胖吧？最厉害的是，你还去了人家婚礼，姐。我拜托你不要再表错情了，我用最后的尊严求你了。妹，放心吧，这次不会了。哦，嗯，不会不会不会的。欢迎光临新世界百货，今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夏天，相信大家看到我们的主题就知道了。没错，新世界百货将带大家度过一个白色夏天。从今天起，每一天你们都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甚至爸爸妈妈来感受一个难忘的夏天。每人只要购物买300元，就可以获得由新世界百货提供的嘉年华优惠券一张。各位，新世界百货仲夏飘雪嘉年华正式开始。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shining down on me, hypnotizing my heart, creeping over me. Oh, magic, mystery, and charming. In the wake of your smile, I see magic in your eyes. Magic.你好，你好，小姐，我预约了12:30的苏小贝。啊，我看一下，请稍等。啊，对，请到那边先坐一下，好吧？好，谢谢。没关系。你怎么在这儿？其实除了拔智齿之外，我一直在跟踪你。哎，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走在路上，在人群中，跟一个陌生人擦身而过，可你对这张陌生的脸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很长时间，甚至一年、两年之后，你都依然会记得。嗯。有时候我会乱想，要是我遇上这样一个陌生人，对他有感觉的话，我应该主动一点，上去跟他说一句话，送上一句祝福。哪怕只是一句你好吗，也许这个人不会再代表着偶然回味，而是伴随我一生一世的人。有时候他出现在你生命里面，而且彼此都知道那是对的人，可是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在一起。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我曾经，小贝，一会儿见。
牙疼都这么开心。来看看，你的智齿一直往下生长，可是你下面的智齿却没长出来，所以你每天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撞到这里的牙肉。你牙肉发炎了，所以一直痛。那怎么办啊？只好拔掉它。啊？吃消炎药不行吗？暂时可以，但是你总不能一直都吃消炎药吧？它会一直往下生长，总有一天要拔。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它跟了我那么多年，太突然了。对，拔牙就像爱情，有时候会蛮突然的。怎么了？啊？那医生，我能考虑一下吗？当然可以。谢谢。苏小姐，消炎药每天早晚各一次。好的。嗯，请问刚跟我一起的那位先生呢？他走了。哦，谢谢啊。不客气。又加班了，还有一点就完了，辛苦了，老兄。记得打卡，最近管得很严。没事的，这十几年每次都是我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谁都知道，没事。你是？记得早点回去休息啊。嗯，拜拜。拜拜。我故意对你野蛮，不是因为你有多好的脾气，是因为我爱看你故意迁就我。对你的爱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这句浮夸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却是心里最真的话。离开你才一小时，仿佛已坠进深渊。想给你证明，除了工作和事业，我才是你一生最大成就。走，带你去个地方。给您，拿好。谢谢。谢谢。哎。嗯。我想坐那个位置。那有人坐了。可以跟他说说。他会同意吗？看你了。哈喽，不好意思啊，我们能和你换个位置吗？因为我女朋友特别喜欢这个位子。我记得你啊，你以前也有过一次要我让这个位置给你的，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位置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了吧？嗯，可是上次你说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这个对，我们是分手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不想跟我结婚，所以我们就分手了。那你现在愿意嫁给他了吗？现在我还没有想好，但是可以考虑。所以你知道这个位置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了吧？嗯，好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儿？我给你讲个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认识的。他们认识以后，每个周末都会来这儿吃蛋糕，因为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都相同，他们很快就相爱了。再往后，男孩在这里向女孩求婚了。他答应了吗？他答应了。但是就在结婚前的头一个晚上，男孩因为工作忙没有送女孩回家，女孩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两个坏人，抢了他的钱，还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女孩因为没有办法面对现实，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男孩，在那天晚上自杀了。在未来的三个月，她一直躺在医院里，因为大脑失血过多，失去了部分的记忆。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能够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只给男孩留了一封信就离开了。从那以后，那个男孩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但他每个周末都会来这儿，即便他知道这儿看不见的。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三年前。我也希望我可以失去记忆，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新的机会？约了人吃饭呢。那不会这么多东西你让我自己拿吧？你分两次拿不就好了吗？哼，那你求我吧。哈尼，你知道吗？你是最好的。拜拜。还给你。什么呀？这是那天在酒店停车场你给我的。哦，这个不是我的，是当时那个医生的。嗯，不是你的。嗯。你们认识吗？不认识。哦，还以为是你的。嗯。里边还有一张狗场的注氧卡呢。哦。那哪天我们把这外套送去狗场，让那儿的员工还给他。对哦。我星期四要去趟香港，替公司处理点业务。星期四，中秋节啊。嗯。本来还想邀请你去我家天台看月亮吃月饼。哎呦，别说了。这事儿我已经觉得挺遗憾的了。嗯，那好像快下雨了，我们走呗。嗯，走。
真没人性。等我谈恋爱，我连眼皮都不看你。我在机场候机室，马上就要登机了。还没上班啊？我差不多了。好吧，我登机了。中秋快乐。中秋节快乐。这么晚才上班，哎，你的伞还给你，你拿着吧，看这天儿一会儿还会下雨。好吧，你们不做了吗？是啊，房东加了很多租金，实在是撑不住了，太可惜了。你怎么了？中秋节还愁眉苦脸的？没什么。啊，对了，我自己做的月饼送给你吃。哇，这么好。用你这儿的玫瑰做的玫瑰馅儿的，没有防腐剂，不能放得太久，赶紧吃哦。谢谢。哎，等一下，给，心情不好插太阳花。谢谢。好了，不打扰你了，你先忙。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怎么样，赶上没？没有。我有两个消息，想听好的还是想听坏的呀？姐，你能简单点吗？妹，我跟你说，东阳刚告诉我，你的 Jack 帅哥今天不走了。他说要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哎，我跟你说，他说的那个女朋友是不是说你？喂？你好，我要这个。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能够忘记过去，
开始新的生活，只给男孩留了一封信就离开了。从那以后，那个男孩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不好意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已经足够了。杰克，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我不知道你们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这是上天给你的第二次机会。正如你所说，爱情是要自己去争取的。我甘愿去尝试，也希望你去尝试。我会继续寻找奇迹，寻找对的人，然后对他说，我找到了你。我们开始。你是什么意思？说话啊！为什么不说话了？我不管你是跪在地上求他也好，还是给他钱也好，总之星期五之前必须搞定。喂，罗总，你放心，合约最迟今天晚上一定给到您。你的报价单是错的，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就去问 David，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如果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到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 OK， 就这样。晚上还吃饭吗？当然了，放心，一定的。早。哎，早，苏医生。早 ，Emily。这是咱们诊所的雨伞来的新样板，主任说让你看看行不行？怎么样？哇，这么大个标志，放眼十里都能看见。我觉得挺好的，这多醒目。好，那就好。那就让他们去做了啊，这一把呢送给你。给我的。这是全球第一把，也是唯一一把。哇，我太荣幸了，谢谢。好吧。孙医生，哎，有要做手术的病历。谢谢。还有啊，我帮你预约了晚上8点钟的定位。没有你，我该怎么办？你知道吗？你是最好的。嗯
Atlanta figured we just got lost. When that punch clock clangs, we'll be so far away. 先生，啊，小林，丽姐说对不起啊，这个是给你的。那没事，我先上去了。嗯，再见。起来。啊！全部都是我做的。你就算是赔罪吗？你想到昨天晚上，你可以告诉我。不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帅，一般人都这么说。迁就我，让我安心工作。谢谢你啊。好。你送给我的签名笔，我会好好的用。我打算用它在今年之内签下5000万的订单。啊，不，是1亿。哎，苏医生。哎。给。我的。嗯。你终于写情书给我了，就你爱开玩笑。你辞职？我要结婚了。你也结婚呢？也结婚。司医生，难道你也要结婚了吗？哦，不是，没事。结婚也不用辞职啊。我也这么想的，可是我老公工作很忙的，我需要全力支持他。恭喜你，艾玛丽。我最舍不得的人就是司医生你了。记得带你女朋友一起来，我还没见过她呢。你没见过我女朋友？是啊，我来这儿工作都4年多了，跟她打了好多次的电话，这次一定要见她。她比较忙，我一定把她带上。嗯，哎，你还记得上次你问我要不要助养一只小狗？啊，现在终于可以了。哎，你太幸福了。好。我帮你办一张住院卡，谢谢。恭喜你，司医生。除了我老公以外，你是我最崇拜的人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够了，别让你老公看到，跟我拼了。工作。嗯。我一定把他带上。谢谢。Emily， 你不会真的姓胖吧？
太给力了，太狠心了。你没想过别人的感受吗？人家会以为你才是新娘。你是最大方、最体贴的男朋友，得到你的赞赏，我深感荣幸。我们还是不要去参加婚礼了。又怎么了？我怕新娘子悔婚，然后把你抢走。你开始害怕了？嗯，特别害怕。说，爷爷，爷爷怎么了？爷爷，你刚才我回家了。我是问你为什么 AM 没收到我们的报价。爷爷，让我来。怎么了？打电话。爷爷，你醒醒！让他平躺，别移动他。110，我在粤海酒店停车场，这里有人心脏病发作，需要一辆救护车。哎，你我醒醒，等我来救。先往后让一让，谢谢，往后让一让，谢谢。老人家，怎么样？我孙子。哦，小朋友在屋子里面，有人照顾他，您放心吧。谢谢。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刚才那个女孩，她又不好上坡了。好。救护车很快就到。真够闲的吧？怎么了？
莉莉，嫁给我，让我照顾你一辈子。放在办公室里。我这么好运呢，谢谢你啊。不客气，拜拜。拜拜。你有没有多余的雨伞呢？我不就说你走运吗？在门口的桶里，蓝色那个。不过你要小心哦，上面破了个小洞。谢谢。老板娘，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拜拜，拜拜。苏先生，老板。哦，你订的花已经到了，就放在保温柜里。晚上送花的时候。把这张卡一起送去好吗？没问题。麻烦你了。不客气。哦，祝你成功。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没什么，我在欣赏我女朋友送我的手表。这块表好像不是我送你的，是你第一年纪念日送的。五年以内，你已经送我三次手表了。是吗？是的。Sorry 啊。什么？连你也不能进入系统。谢谢你，看。好吧，只要系统恢复正常，马上帮我查老马最近半年的通讯记录。嗯，再见。我以为你已经不管公司的事了。我可以不管公司，但是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然外面没有人敢用我的。当然，我说的是以后的事情，答应你的还是不会变的。好吧，我就信你一次。啊，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似的。送你的。好漂亮。这是什么？我请了半个月的假，我们到加勒比海旅游结婚，怎么样？对老公的安排还满意吗？虽然你已经答应了嫁给我，可是总觉得没有求婚戒指的求婚不是真正的求婚。如果现在有任何人打给你，都不要接，因为我不想向你求婚的回忆里有个电话在里面。OK。莉莉，请你嫁给。放心，不接。莉莉，请你。等一下，喂，老板，我早猜到是他了。
谢谢。好。丽丽，请等等，先别打开。我现在必须要回公司一趟。宋，我们晚一点再说，好不好？牙疼都这么开心，来看看。你的智齿一直往下生长，可是你下面的智齿却没长出来，所以你每天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撞到这里的牙肉。你牙肉发炎了，所以一直痛。那怎么办啊？最好拔掉它。吃消炎药不行吗？暂时可以，但你总不能永远吃消炎药吧？它会一直往下生长，总有一天要拔掉。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它跟了我那么多年，太突然了。对，拔牙就像爱情，有时候会蛮突然的。怎么了，医生？我能考虑一下吗？当然可以。谢谢。
等很久了。一个热狗的时间而已，你吃吗？不吃了，张总在车里等我，一会儿还要回公司开会。我希望我是张总，他接你的时间比我还多呢。对不起啊。没事。今天早上公司宣布升我的职了，我是新的市场部总监。那不是很好吗？公司希望我到法国总部受训一年。什么？就一年，很快就过去的。你爱我吗？你说什么？很简单的问题。你想干什么？丽丽，你放过我吧。你别在这儿发疯，我会报警的。哎，公司已经不再追究我了，为什么你还要向商会检举我？你这么做，我是会坐牢的。你也太狠了吧！啊，如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啊，不，你已经这么做了。丽丽，对不起，我向你赔罪。丽丽，你也知道，我已经有孩子了，我不能坐牢，我一坐牢，我的家就完了。丽丽，丽丽，我求你了，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我向你保证，我永远不回公司了，不。我彻底不干这行了，行不行，丽丽？我求求你了，丽丽，放过我吧。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你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你的孩子跟我没关系，我是对事，不是针对你。不，丽丽，你别走，丽丽，我求你了，你放过我吧，啊，丽丽，你放过我吧，你放过我吧，丽丽。有病，真是有病！你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吗？啊？有必要吗？他还有个小孩呢。现在这样的局面是不可能双赢的，这是战场，我不可能给他任何翻身的机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要去管这些好吗？那我们之间呢？也不管吗？我不可能失去这个机会的。那你就可以失去我。我们晚上回去再说好不好？不用说了，你已经做了决定了。思颂，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你，可现在却觉得你有点陌生。也许你改变了，也许我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你。丽玲，你想清楚了吗？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好男人能陪你一辈子的。可是为了一个好男人的一辈子，我就应该失去自我吗？我只是想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有什么错啊？小心！我要谈恋爱。你没事吧？你怎么开车的？请问你没事吧？对不起，你真的没事吧？要下雨了。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看，多干净啊！司医生，这次真是谢谢你了，这么忙还抽空来，多亏了你才帮了我们这么多忙。别这么说，这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事，尤其是雪糕跟我这么投缘。不过那还真的是挺可惜的，你那么喜欢他，又不能把他养在家里。是啊。可是我女朋友有洁癖，也要考虑她的感受。哇，司医生，你真的是个好男人呢。看来要是你女朋友嫁给你啊，还真的是挺幸福的。回来了。我还以为这个时间你会去看小狗。你能不走吗？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还是想把它送给你，这是属于你的。你总不能让我把它给扔了吧？是你想要的，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的。保证。
节快乐。哎，司医生，今天有什么需要？我想问一件比较奇怪的事。问吧。这是你们家的吗？哦，是。我想我的雨伞跟你们其中一位客人的同款。哦，哎，那你的雨伞是什么样的？有一个这么大的牙齿图案。没什么印象。它很名贵吗？不是。反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是谁给我拿走。这很难说，因为最近都在下雨，所以有人是拿走了别人的雨伞，有人是忘了拿走自己的。算了，没事，谢谢。这个我还给你。哦，好。哦，司医生。啊？这是月饼送给你，中秋快乐。你夸天还送月饼？是刚刚一个客人给我的，这是用我们店里玫瑰花做的玫瑰馅的月饼，外面买不到的。玫瑰月饼，好像挺特别的。谢谢，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你不问我求婚成功吗？就像摩天轮一样，总有机会升到最高，看得最远。决定了吗？放心，打了麻醉就不痛了，吃个雪糕就好了。开始了。
喂，你在哪儿啊？我在比翼双飞。你呢？你不是在家休息吗？不是，我约了那个富二代，他说一瓶红酒不够，要请我吃饭赔罪。那不是挺好的吗？亲爱的，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最好的，知道吗？我知道了。哎，你现在一个人干嘛呢？我刚……我先不跟你说了，他来了。你好。你好。我刚去拔牙了。嗨。嗨，司医生。这位置有人坐吗？没有，请坐。伤口还痛吗？伤口，有点。你在这附近上班？新世界百货。哪个部门啊？橱窗设计部。哦，原来我们这么近啊。那商场所有橱窗的布景都是你设计的？谈不上设计，有时候也会有布置广场的活动。仲夏飘雪。你有去玩雪吗？没有，我也想，但我超龄了，被他们拒绝。回头我跟主管说说，从明天开始开放给50岁以上的人士参与。太伤人了，我才49。我要去上班了。我帮你。谢谢。拜拜。来。Magic, mystery and charming.In the wake of your smile, I see magic in your eyes. Romantic, sweet and fascinating, how can I resist you? I hear magic in your sighs. Magic, magic.Light of love in your eyes shining down on me, hypnotizing my heart, creeping over me. Oh, magic, mystery and charming, in the wake of your smile, I see magic in your eyes. Magic.麻烦了，没事。这卡主是位女的，你能告诉我她的名字吗？是位姓金的小姐。姓金？胖胖的那个。胖金莲？是啊，你们认识啊？算是吧。你真的确定这个卡主是胖，金莲女士吗？肯定。谢谢啊，没事。
生。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这里的义工啊。是吗？你竟然在这儿做义工？不是吧？我有证据的。哇，很少有男士给小动物做义工的。嗯，看来你真的很喜欢狗啊。是很喜欢，要不是因为我妈，我也许现在不是牙医，而是兽医。看来我的牙差点让兽医给拔了，我太幸运了。他叫什么名字？雪糕。他多大了？应该是一岁多，是这里的人在马路上找到他的，一直找不到主人。这么可怜呢？这样的情况太多，找到主人的机会基本上只有5%。有时候要找到物主真的很难，有时候主人要找回失物也很难。哎，这个是什么呀？胎记。我可以领养他吗？你？嗯。原本我没事，他有你这样的主人，那很幸运。可是你要帮我一个忙。哎，原来这是你的车啊！啊，是啊，这是你的车。是啊。放这儿吧。好。坐。好。累了吧？累是不累，倒是头一次带着小狗骑哈雷。雪糕，我也是第一次养狗。噔噔噔噔！哇！给你，我自己做的。好吃吗？好，好像在哪里吃过这种味道。不可能，外面没有卖的，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你有养狗吗？这几年没有了，因为我女朋友不太喜欢狗。你女朋友真幸福，你这么迁就她。我们分手了。对不起啊。没关系，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原来大家有太多不像的地方，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想，其实真正适合你的人其实就在你身边，每天擦身而过，只是你没有把握机会去认识对方而已。如果你放弃认识他的机会，他就会成为你脑海中的一部分，偶尔你会想起，然后你可能会后悔，为什么不主动一点跟他打声招呼，或者跟他说一句你好吗？你好吗？
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回忆，而是陪着你下半辈子的人。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可能吧，但是他每一次都带着同一把雨伞。雨伞？哦，对不起啊。喂，雪机坏了。哦，好，我现在回来。对不起啊，雪机坏了，快点回去，延续夏天会下雪的奇迹。嗯。拜拜。拜。哎，不如我送你吧。走，哈雷。我相信载人比载狗安全。嗯，好吧。好。我帮你带。我们的服务很满意吗？你的服务我很满意。我的荣幸。我代表顽皮动物之家感谢您的支持，谢谢您收养雪糕。啊，穿上吧，别感冒了。我进去了。拜拜拜。荒诞的念头，我也有一个，就是上次仲夏飘雪之后，我这次想弄一个冬日海滩嘉年华。哎，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嗯，这个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上进心？请问是什么推动你的呢？喂，喂。小贝，有没有时间啊？有，到我房间来一下。小贝，设计部主管的职位呢已经空缺两个月了，最近你通过了公司的各项考核，而且你在仲夏飘雪这个活动中也立了功，所以公司决定把你提升，以后你就是设计部主管了。真的？嗯。谢谢。好好的干啊。嗯。公司要裁人的事情你应该都已经听说了。嗯，每个部门都要裁人。这个呢是你部门的名单，你看一下，你要签个字表示你同意开除这些人。老肖？嗯，他一年至少有五个月都不上班。不是的，不可能的，他每天都是最早上班最晚下班，而且还经常加班。是他自己不打卡的，这就是公司的制度，怪不了任何人。倩倩，我知道你跟他是好朋友，不过公司的制度就是优胜劣汰，做大事的不要掺杂太多的私人感情，你明白吗？喂，哒哒哒哒哒哒
对不起，等很久了。没关系，我下午没留预约。我辞职了。啊？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嗯，我也相信。现在我有一个很荒诞的念头。说。你那天不是说你想找一个人，可是你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吗？啊。我也是，我也要找一个人，可是我根本没有印象他到底长什么样，而且任何鲜明的特征也没有。你想怎么样？我要去找他。你可能不信，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反正我今天已经允许自己疯狂一次了，不如用人生中的一个下午去找找这个人。你呢？我说了，我下午没有预约。好，今天晚上仲夏飘雪等我，不见不散，看谁先找到。OK。祝你成功。祝你成功。真是麻烦你了，突然间把你找来。没关系，幸亏你来得及时，不然过两天我就要去旅游了。就在这边。就是这个。啊。你好，我叫葛德纲，你是 Jack 的朋友？嗯。女朋友？不是。那你有男朋友吗？有。资料都在这儿，看看，随便看。OK 了。哦。我求婚那天是17号。好。哎呀，我忘了，因为电脑的容量不够，所以没什么事。我只会留7天的监控。找到了吗？你们这监控资料实在是太多了。那是必须的，这视频这一天看不过来。有没有停车场的视频啊？你们没有分类吗？我们这儿一般没有分类。一般是什么意思啊？一般就是全部没有分类的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没能帮到你。没关系。这把伞是你还给我店里那把伞吗？我那把有个小洞。哎，是这把。这把伞，你有没有多余的雨伞呢？在门口那桶里，蓝色那个，不过你要小心哦，上面破了一个小洞。啊，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女孩。快了，快了，快了！啊，哥，你已经快了10次了。不是。我是说，我这快下班了，我找找找。
哎，好像就是这个。这回是快了，快到了。哎呀，姐，你这怎么给弄停了？你这。你是不是不想知道答案了？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知道我应该要找的人是谁了。那我们关机了。你看咱们是看呢还是看呢还是继续看呢？没关系，虽然答案已经不重要，可是我答应了他，我会找出这个人。看吧。前明月光，我叫哥德高，太给力了！哎呀，看见什么了。你先别说话，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你说。我不在乎你找到没有，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发简讯给你。我找到了你。一直在寻找奇迹，一直在寻找对的人，然后对他说：“我找到了你。”如果夏天会下雪，奇迹一定会发生。